紧张咯，我跟你讲啦，压力都在韩华上面啦，大家都是锦衣，没有我们没有比较弱啦，第一打第一，王建网啊，该有的一点一点的，大家打起精神来，妈的又不是所有人跟你一样刚刚都在睡觉啦，好好睁大你的眼睛，你要看一下我们的枫糖宝宝还有杯体宝宝操作好吗？闭嘴啦，吃屎宝宝。现在我觉得比较难能可贵的一个能力啊，是，就是在现在这个夏季赛版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到底又怎么了？不是，干他们他妈的95%机会输，到底在攻下面消微了？好悲啊！你读啊，跟王建网，他们玩的，妈的给他们5%已经很高了，好不好？非常强，因为他上个还是要看一下会开什么，那表情看起来怪怪的，也不拿欧罗拉喽。他刚刚那个表情看起来很像刚刚跟肉肉吵完架的感觉。我是蛮想看看这一卡的牙宁打风堂的阿卡丽会怎么样。我今天下午听说一位高人，阿卡丽是要打牙宁。牙宁的首选，对，因为我们刚刚在讨论就是说，他们到底愿不愿意开？可是因为如果以这一卡的牙宁，阿卡丽是真的比较好在前期应对到牙宁这个角色。然后第二个点 CQ 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感受到 Maple 对于这个对局其实正反手都是看起来，你怎么看起来脸没有怎么这个得心应手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就可以支撑着中路在底会是比较劣势的。好运姐还在，那就看一下这边要凯撒。不可能凯撒吧？凯撒，大 AD 凯撒啊！大瑞空，其实蔡雅加瑞空也可以，机械凯撒。啊、这边要干嘛？你知道？想要选操作，因为毕竟我的牛可以解控场，我可以把你进场的人引走，或者是阿卡丽的途径去秒掉这个。他妈是灵堂 cos 俊是不是的？靠北，他妈还没开始打，他妈死气沉沉的，有点活力行不行？写的是 PSG 最后的波纹。干你啊！就讲了，没有人跟你一样，他妈刚刚是在睡觉，他妈很累的。马上就是遇到了枪，我就跟你讲啊，你灵堂人家过来上香，你也是要站起来给人家他妈鞠躬的啦。靠北，你妈的拜完赶快滚啦！如果能够八强，这把关键在哪里？我觉得能不能分析一下？的中野还是相对有优势。看塔莎那一波啊，应该会逆 U 吧？然后看塔莎那一波怎么样、啊？反正有逆 U 就是看塔莎。确实，在这一次这个算中路的对线看起来，哇，前面的电狼那个时候还没有凯莎，不是打哈欠。哎，十八就有凯莎啦，你他妈老子16就没打了，没有人是在说你。就如果你今天是两条线上，看一下是怎样。就只要往前，是慢一点，有点慢，但是吉利松是没有顶到，无敌一波的闪现一顶，再配合一波贝克龙，然后直接把 Zeka 给秒了，手上交给 Betty， 而前面再用蛮牛之力晕住了 Delay， 但还有个战斗无勇飞回了 Pina 的身旁，但 PSG 已经将对方中路给处理掉。哇，这边也开得太好了吧，让阿兹的后期晚点到来，但是俊佳来了，而多兰这一波在河道上面已经被对方给缠住，闪现上线在俊佳脸上，但是马上阿兹跟闪板及风暴街武器宗师在多兰没打停就直接将其击杀，而绑过来的 Pina 现在反而是要被对方的席科给留住，再敲了一个球果弹 ，Pina 还有闪现。选择交闪过强，而俊佳选择跟闪，还差最后的凛冬控路甩出来成功击杀，但是马上是韩华双人组的赶到，这波控制接漫天血刃接连的普攻 ，Viper 也将俊佳收下，已经很赚了。而周人是刚变小的，那这波 PSG 选择先在河道稍微观望一下，而阿智蹲到了草丛，蹲到了多润，但是这波预示还有一千滴，看能不能有机会打人哦。Pina 还有大绝，鬼灵先开起来一千滴，最强的重击是被 Pina 拿走，但不过马上被迫接小暴露是对方的俊佳，一波直接击杀掉，然后再配合蜂蜜的击飞 Betty。打超好，妈的我都被杀小了。烟雾弹当中被对方的漫天邪刃给刮在原地，再被多人给拍晕在墙上。虽然说由屋顶这边收了一个 Viper 的 shutdown， 但随之在四个人当中 ，Maple 也要倒地，这是属于多人的 double kill。他们配合也太好了吧？我能够理解俊佳伤害打满了，就是抢看看一波的绕背。多人是还有闪现，而且快要变大，大闪现很好，选择直接 Q 闪要来硬流，再打了个贝塔的电袭，完了。还是被拍晕在墙上，而马上是 TP 过来的 Zeka 过来做支援，丢了个力行收了一剑，但是几乎每个钢铁繁殖都直接斩在 Maple 头上 ，Zeka 收下人头。怎么办？因为 PSG 几乎是倾尽前面所有能够去交换的东西，看看下一场打他们拿到了优势。其实我觉得 PSG 是一个很好切的点位，他们还有两个保镖，对，两个保镖哇，对面是好几个坦克。很智障的一个角色。我想说 PSG 要先手的话难度也很高，因为毕竟 PSG 只要开一个大绝，其实你后续想要跟进场的人其实会有点难进。现在抓到机会了，两个敌军手先踢上来，互相追击，开启之后 Zeka 连大绝都还没能够斩出来，就先被 Maple 收了一个小刀。下面的是阿智跳上墙，利用自己的反击风暴晕住的是 Pina 命运。Maple 在侧边找不到一个好的进场角度，刚刚说什么？刚刚说什么来着？我不知道啊，说不定他也调了一个看世界赛的作息啊，觉得这个牙齿死不了了。OK， 结果死人的那边就开龙了。我觉得跟我应该无关。要 TP 来吃的话，还是来动这个开龙八龙是。啊，俊佳的位置有这个传送门，看一下。但多人直接是跳到了 Betty 脸上，准备要开始变大，但现在他是被三个人给包，没推到，变成了大纳尔。翻两个人在墙上触发线，闪现下墙，但是 Maple 用力去撞，在下墙直接被密星驯步给魅惑在原地，之后被控制到是跳下墙的阿
子，也可能要面临一样的命运。闪现上墙没抢成功，但是闪上墙的这卡已经用封命斩将 Betty 手刃。哇，不是韩华，你到每天用你觉得我是比较弱势的时间点去做一些最危险的动作，而且确实也抓到了俊佳回补的时间呢。PS 也知道这波龙团再不打，估计这一把是没什么机会了。得寻找一下团战的可能性，欸，这边是比较有人数优势的，往前利用四魂真人线躲掉第一波的控场，快反而是皮娜开始，这波 Q 三斩三个，大军再斩三个，这波打出成吨的伤害，再配合一波底烂进场，在魅惑接台 ，Viper 在一个完美的输出位置，先将俊佳给打掉，无敌先把 Viper 给顶开，但在这边的魅惑顶个人皮娜完全没有伤害，只能硬换掉 Z 卡之后，顶不住的是韩华，接下来的四人输出，这波骤雨暴风，利用羽毛贯穿的是魅惑 ，Viper 收下 Triple Kill， 哇，其实这边想要找这个 Z 卡。说实话 ，PS 直接上去寻找机会。皮娜在侧边也是直接闯荡了保镖，只能说打了很好的前十分钟。野区人其实第一时间人比较多，哦，但是皮娜完全看到对方的中野是没有在怕，甩出冰龙，冰龙 Viper 被 Viper 马上进化解掉，但是 Viper 被 Z 卡 Q 三斩到 ，Viper 被秒了。这是 TP 下来的阿志敲了一口的土鳖，连甲克斯都要被秒了。被 Z 卡跟上跳斩进场，是被对方斩了一个 Double Q 下来，无敌选择把自己给灭掉，顶住了五个人，留住了五个人，但是下面的皮娜一波的闪绑接拍，还是把俊佳给拍出鸟坑。俊佳交闪交了 Q 技能，你啊，我好黏哦，甩不开，好可怕哦。重新把中路线给清完，但这一波的噬魂之刃击爆开的效果最后不够，都人选择直接交闪打破三环，将俊佳拿下，甚至要跟 Betty 有一波的对点，他准备要变大，丢出了一颗石头，锁套也触发， Betty 还想要尝试的挽留一下现在的局面。要恭喜的是 LCK 第一种子韩华在28分钟17-7的大比分压制，Oh my god， 好强啊这个杨，想要虐拳，看一下稍微多打一下，会给机会吗？是有机会反打的吗 ？PSG， 来看一下，但是 Viper 最后还是。哎，哥哥，再给我们看一下手机壳啦，要看几次啦？透明的气球款。我爱地瓜酥，更爱酥酥 K Y O 零一八八八 K Y O 零一八八。透明贴纸，满版，黑框。Roger 背钩钢，气球有背景板。肥脸透明版，小丑马戏团。哥哥，请问痔疮是什么味道？我不知道，没有吃过。杯子。我操，小熊哥狂带货！你是在跳，你是在跳。